不得不说，线下超市真的是价格和网上比毫无竞争力。那主要是给一个线下的体验，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啊什么之类的。平时买的这些东西可能跟网上买又方便，种类又多一点，线下种类很少，价格也没有什么太大优势。买床被子，全棉5000套。就是那种150×200厘米，就是双人床吧，599。褥子都109、139、179。4000套699，799。哇塞，看看白鹅绒被，1599，2099，2499。大豆冬被199，259，299。不知道这个是多少钱呢？这个摸起来倒是还挺舒服的。这一床是多少钱的呀？